可能没有地心引力的三个地方。三、颠倒瀑布。加拿大有一个颠倒瀑布，这里的瀑布是从下往上走的，画面十分壮观，看上去完全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，堪称自然景观的一大奇迹。二、胡佛水坝。位于美国的胡佛水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，人们站在水坝上往下倒水，水却往上流，往下抛东西，东西也会往上飞，如果人们不慎掉下去，是不是也会飘起来呢？一、失重小屋。美国加州有一个失重小屋，在这个小屋里，人们站在弯曲的角度不会跌倒，水滴可以向上飘，斜坡底部的球体也能向坡上移动，地心引力在这里似乎完全不起作用。总结，不受地心引力影响的地方既神秘又充满无限乐趣。